是因为还没有到后面。高山你看看这是十万年后了呀，还怎么刚说呢？那你还没有开始分析什么的？对，分析好，你眼睛长得好吗？我气压高，我眼睛不高啊。他今天你搞笑了，对，我眼睛颜色，我的颜色差不大。对，你像人家抢大腿的，他抢完了，对，有点像那种模型的那种啊，模型就那种，就那种动物鸟的那种。猪肝面，猪肝面，对，就那个《西游降魔篇》，《西游降魔篇》里面，你快闭嘴吧！不是他以为我跟你说，以为我生气了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抓时间！来，你分享他的意思。来，快点来！很精致，没有。不是，你今天的脸就是。来，走开。